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芬。昨天下午饭还是外面的我，今天准备去瘦一下，看看今天能不能发财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出发。没注意看，这次还不错啊，有个230，可以的走。哎，又来个蓝花蟹了，哎，哇，乌头，我看下我钓，哎是鲈鱼，是鲈鱼就发财了，乌头也不错啊，是不是一个蓝花蟹？这条乌头也不错啊，还很新鲜啊，这条不错。有一个，啊，喂，哇，看来这里要爆炸的新手来了哦，今天黑钓，哇，这里黑钓可以哦，很久没抓到这么大的黑钓了哦，哇，这条你看，很大哦，看来今天要发财的新手来了哦，哇，怎么样，这一条，起码跟大一斤多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又是一个蓝花蟹，哇，看来今天可稳了，哇，又是一个啊，别这样逼近了，出不来，给你放进去。有一个。一条线头，线头，不是黄钓，还活的，哇，可以啊，还不错啊，这条，哎，又来一条线头了啊。很久没看到这个锅渣了，对，
这个季节国道比较少，但是一抓了全部都是选手的。咱们今天可以说华山的选手，大华山的选手，是华山的选手，来呀，继续来拿货。来看看今天的收获了啊、哦！今天收获可以啊，拿到了这个极其危险的钩扎实现货，也就是我们渔民的那个发财鱼，今天做的挺可以的啊、哦。还有里面有黑钓、黄钓，你看这里黑钓、黄钓，然后阿姐是嘞，今天收获都做的挺多的。还有这一条这个乌头，这两条小白鱼，这里面也有。好了，现在就赶紧准备上岸了，那个把那个这些海网拿去买钱了。然后回家就吃饭，看看老婆已经叫我回家吃饭了。刚刚熊哥打电话过来说，那个这个兽医的老板过来直接收鱼了，然后就放在这边直接买。另外这条黑条我就不买了，这条因为我家还是很久没有吃到这个黑钓鱼了。100万以上，总共是收到536啊，挺不错的。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